Oh shit. Oh, 这是蒙牛龙。对，蒙牛龙的。他也会，无强哦。啊！等一下，免疫了是不是？我可以滚走吧？没有，没事，看起来是没丢到。哦，水啦，喷得好。为什么打布布？忘掉了。面具哦。没有我的那个。转身还不轰下来，我转身会不会用下来？嗯，晃晃晃晃，哇，没有衣服。把有点猛耶、欸、粘着石我在杀，好好好，感谢你的粉尘。哇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不会死，我不会死，我死了我就没不屈。哦，穿身衣，给我穿衣服啊！我有密钥，我怎么密钥位置不对啊？给我晕，给我晕！我血，我血，那你是找不到？给我晕，给我晕，给我，给我晕，给我晕！给我晕，给我晕，这样给我晕。
哪熊的？古锤龙。古锤龙睡觉的地方儿。咖啡茶安安，可不是咖啡茶，咖啡猫。咖啡茶，就傻小。I E N S U N G N N， 哪里啊？哎、欸，还在上面哦、喔。那个很多藤蔓的地方。啊，停了。等他一开始上去，把他都说碎。他在这边打才合理呀、啊，那荡来荡去的有没有？靠，那他们怎么打？而且他这个睡法，你看大字睡法，他都这样子睡吗？好笑！我偷偷给你一个暴雷，这边会有个宝物，他会说什么葡萄藤？这个葡萄？哦，真的，而且这看起来一点都不像葡萄、啊。对啊。哎、欸，还是这里啊！反正总之，其中一个葡萄下面。好。哎、欸，趁还没结束。金狮子的那把重，你说侧甲、喔？对啊，那伤害本来就比较高了，这样子，把旧的那个天刀侧甲换掉了。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他是机关龙蛋，不够酷。我说不能打那个，不能当水质，不能当水质，而且软化也很慢，机关龙蛋软化有够慢。豆子耐心，完全不怕雷，我还拿他的雷锤子打他。对啊，他怕冰而已，他不怕雷啊。啊，自己都是雷了，他怎么可能会怕雷？怕一下，怕一下。炸弹魔也会怕炸弹啊，他会把炸弹拆掉，估计应该也还好。
记得要讲啊。没事，我还在用东西，你慢慢来。豪怒法豪大金刚，豪大金刚，猎人笔记，大型魔物图鉴。什么都不怕哎、欸！多克其实多克两栋，很讨厌。我去吃饭。你要吃生命保险吧？啊？什么？生命保险呢？你有吃吗？还没。哎、欸，我有包手机呢，那我吃包手机。那我吃生命保险。保险交给你。我还帮你吃了一个大伊利，啊，不是，我还帮你吃了一个那个吸引仇恨。我帮你吃一个吸引仇恨啊，OK 的。我也有吸引仇人好手啊，呼吸来啊！啊，你两个一起吸吸，那这样两只猫不会被打，你看。我想我怎么没走，原来是。丢包，丢包，我在他旁边，啊，你也在他旁边。喝口水。你的石头来了，我这么小，三方会谈，你要跟谁地盘争夺啊？等一下嘛，哇，没事。反正躲一下啦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三只会冲撞的、啊。我跑很远啦、啊。我被撞倒了。哇哇哇！他一锤二。最小只的最嚣张，我好把鼓槌打出三个掉落物哎，好像对啊，我想说坏了吗？怎么那么多？去哪？我们不是吸引仇恨吗？
挣扎哦，好快哦！我看到风飘龙尸体掉下来。哦，太突然了。对啊。它不是掉在下层吗？怎么会掉在？对啊，掉下层啊，从那个怒珊瑚的洞。哦、洞对。你们不知道一天会死多少风飘龙？去哪？可以撞哦。好。靠你了。他不想给我靠。不要碰我肩膀。哎、欸，他把你甩下来。我还倒着，我起不来，我不能做事啊！哎、欸、，What the fuck？ 太好笑了吧！刚才也太好笑了吧！你是被他甩下来之后倒在那边蹦起来？嗯。我不是没体力哦，我体力还超满的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其中的宝物，说什么血色的墙壁，好像第九还第十。嗯，怎么没石头？在这。还来啊！不用怕，我真的不会死吧？你那不会不会不会，我现在装备很硬，我这一套很硬。啊、我想说你那个装备硬到爆，我就不救你了。没关系啊，我才想说你不用帮我杀粉。哦，这边太多强拉符了。下装，这里，下来，哎呦，你下来，你下来。看来他把凶恶龙的家霸占，哎呦，好厉害哦！真不是更多强，你怎么不下去啊？走吧、啊，下来。
我被打下来了。HTT 你在哪里？我在跑了，他刚把我震飞。阿总在喝水。问你，别再过来了，我要磨刀。好磨磨。哎、欸、别，阿布。哦，已经磨到最后一下了。好，不磨了，不磨了，打不了。不要戳，泡到你死。我晕了，哦，看你好险！他好像手上拿着那一颗在打人呢、欸，石虎哎、欸，拿他的大棒子，比凡乐龙好了，今天快被笑死，没得摸了哈。一分安安，哇！突然觉得挖这个真的好可怜，一个才十五，抓个毛七就600，我还在那边挖十五。对啊。哇！多少重牙？重牙很缺哦，要多一点重牙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重牙最难掉，我后来发现，我才一个重牙，八个重牙，怎么会难掉？你拿了一次一场八个？对啊，我全部都是钢角啊，钢角四个，我钢角有六个啊，我重牙才一个，然后我现在重牙没了，为什么重牙没了？刚做一把武器要七个重牙，哇！还有一场，哇，阿超来了！阿超来了啊！我们还缺一个战友啊！给个赞啊！啊！哈！再看，再看我的台哦。好，感谢你。两个都有，一个阿帕，啊，一个阿帕飞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看到差点忘了开台。反正就打日嘛，打麻将。
是。哦，单发自动装钱，好哦。嗯，对耶，我还没有弄抽蓄。游戏今天是几分？1:03 H03。哦，左边也来嘞。哎，左边醒了哎，可以拔牙了。你看，就跟你说8:08，准不准？好，你好厉害哦。厉害了我。他家的猫动到有没有？帮他打开魔物猎人，也是有可能哦。原来如此。咪咪啊，那就看一脸无辜，狗毛在开游戏。我个魔物女友草。好，我去装个水。接任务了。嗯。啊，嗯，他不在。嗨，我们以为是你家的猫偷开你的电脑之类的。啊，本来以为是你家的猫偷开你的电脑。那它也太会开了吧？对啊。射击炮击，可打啥？金狮子。调查的。调查的，他想要做金狮子的重弩，听说是目前最强的侧甲。我做出来了，再配装。好的，好的。三金狮，熊熊熊熊。刚刚好像是因为有压票了，还是你刚也有压？啊？什么？我说牙齿啊。我没有压、啊。我刚有压、啊。看你有压票，通通都给你吧。我这场有压了，然后把它花掉了。你有吃生命保险吗？我吃了。重压，重压，重压和重压，重压，重压。哦，原来蒸汽机有 B 剧院哦。有啊，有啊。哈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太欢乐了吧？根本没有在开 B 剧院的、啊，我就是耳塞猎人哈。对啊，真是蛮会塞的。你也蛮会塞的啊。没有错的，他超不打、啊，他还配装，他配，他想要把金狮子压在地上，配新的，我发现调查团票机真的很缺，全部的视频都是调查团票机做的，是。不要哭，